我在巡捕房干那么久，我从来没听说这有什么猫腻儿。我在巡捕房干那么久，从来没知道这有什么猫腻儿。快帮他，永泉。伤的。咱们好不容易到这一步，我二楼医药费，如果咱们不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好歹也是个捕快。嗯。我好歹也是个巡捕啊。我好歹也是个巡捕。sorry， 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叫你醒了，走过来。